哇，多年前我在山洞里找到的这盏神灯，不仅可以变出美丽的衣服，还可以请我吃大餐。但这些只是精灵的大能力的冰山一角哦。He showed me pretty clothes, nice food, and that's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. 毕竟呢，他都可以把我阿拉丁一个穷小子变成王子了，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啦 ？Iceberg 就是冰山哦，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。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咯，沉在水面下的体积可大着呢。所以咯 ，the tip of the iceberg 就是说呢，冰山一角，一小部分，很多你还没有看到呢。